Hello， 大家好，我是龙来。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几个我觉得算是新手想要踏入 RTA。这边先说是新手，如果你已经是 RTA 的老手的话，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不用我讲，你也可以做得到。那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我也只是一个在卡在金山守门员，有时候有机会的话拼个红衣的小菜鸡而已。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爬分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的一些解决方式，如何可以让自己 RTA 再慢慢的去向前进步哦。那这边会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个呢，该做的事情就是确定你的战术核心是什么。以我自己为例，我目前的一个打法呢是以风心计加火沙漠为核心。那如果被对面抢走风心计的话呢，我这边刚好找不到被抢走风心计的这个场合，就是如果被对面抢走风心计，那我觉得选择火沙漠加这个水神兽身作为我的一个核心阵容。首先我觉得最该做的事情是要确定你的打法想要以哪些角色为首要的选择，哪个角色是对于你来讲作为首选是比较合适的。每个人的包包不一样，每个人擅长的打法、习惯的打法都不一样。其实约莫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打法哦。从最早我使用水仙梦的首选打法，到后来我尝试了不同的坦克阵型，包含是以水瓦、火瓦为核心，再到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火仙人以及这个沙爹的阵型，再到后来我使用水神兽身跟这个风神蜜为 combo 的这个这一季世界冠军 Let's 的一个打法，以及首选水阴阳的打法，到现在的这个风心计跟火沙漠的核心打法，我试了很多种打法，前面甚至一度掉到金二，甚至连金一都有可能会翻车。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要先确定的是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打法为核心去做选择哦。那我试了这么多的阵型，目前来讲呢，用这个风心计加火沙漠为核心。那如果被抢走的话呢，选择使用这个水神兽身以及火沙漠作为核心的一个打法，是我自己目前打起来比较顺畅、比较流畅，有在缓慢爬分的一个战术哦。那当确立了核心打法之后，那下一步就是剩下的三个位、四个位置该选择谁？这时候又分成几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就是铁头阵，就是直接我就是要速刷。如果今天你的阵型是偏向速刷，或许你有特定的角色，像是暗兵器啦，或者是暗沙漠等等光天使这类型，就是比较特殊的光暗，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速刷，当然你可能就是无脑的出那样的速刷阵型。那如果没有，或者是你想要做一点变换的话，先想好后续看到哪些角色，你要如何去做应对。首先无论是哪种阵型，无论是哪种核心，无论是哪种程度，永远都是需要先透过自己去跟别人对战，尝试知道说哦，后面我遇到什么样的魔灵，我出这个阵型会翻车，那我下次遇到要如何解决。所以也是随着时间的累积，我知道说哦，我看到什么东西我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这会是需要多场次的这个 RTA 经验才能慢慢的累积出来的。所以我前面就算掉到金二，甚至我连金一可能都会打输，就是有时候可能调整一下心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练习，回去看一下这个回放，为什么我会翻车？甚至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个阵型有一点危险，但突然怎么赢了？那就要去想一下到底为什么，去回去复盘一下。我觉得复盘是可以让自己经验增加最多的一个部分了，从中去归纳出自己在打 RTA 的时候会常使用到的某些角色。接下来就来到第二步了。其实吧，我觉得这个第二步跟第一步是就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就是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所谓的集中符文。每一次在你做调整，在你决定想要使用某个阵容为核心的时候，把你最好的那一套符文集中给他们。像我现在主要呢是使用风心计加火沙漠，后续可能会接上光德又或者是暗拜森等等的，那我就会把那些比较好的符文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使用。毕竟他们就是你的核心，他就是你常用的角色，所以既然你常用这些角色，那肯定的这些角色给他们好的符文绝对不会吃亏吧。否则举个例子，像我这套光德的绝望还算不错，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可能风神秘、火德、水夫人这些角色可不可以？这个少一颗符文先不要管它，这个我还在调整符文，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我比较少用这些角色，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套符文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毕竟这套绝望意志在我的包包里面算是蛮顶的存在。既然如此的话，它应该要给到那些你比较常用才能发挥这套符文的价值。所以第二步就是集中符文。那这个部分可以根据你跟别人的对战去做滚动式调整。可能你今天刚调整好之后去跟别人打，发现不对，我的这个火沙漠应该要先动，但它传承太慢了。又或者是说你发现我的这个水夫人的行动应该要比火德在前面一点点，所以需要去调整它的速度。
速度，这会去根据你的战斗经验以及尝试去发现说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符文会比较好哦。所以第二步就是去集中符文，并且跟第一步确立自己的核心之后 try and error 去找出你的阵容，这样子搭配到底可不可以，速度上有没有问题，到底这场翻车是因为运气不好，还是你的搭配配速上面有什么问题，又或者是你的进攻选择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三个呢，是我自己更建议的，就是去找一个跟你的包包很相似的玩家去做模仿。像我之前还在金二徘徊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个玩家，他的包包跟我极度相似，他有光德也有这个暗拜森，那我就去学习了一下他的打法，那确实在后续也有不错的一个这个分数提升的显著效果。所以第三点，我会建议各位确立好自己的核心战术之后呢，去找那些可能跟你程度差不多或程度比你好一些些的人，看他们是如何使用这套阵型的，并且呢不只观察他们的胜场，也观察他们的败场，他们为什么输了这一场，以及如何去改进他这场的 BP 阵型。毕竟平常我们只能藉由自己的失败来去检讨嘛，那现在多了一个跟你包包很相似的，这时候他翻车了，不就多给你一个机会去做检讨了吗？所以以上这几点是我自己觉得你想要在 RTA 进步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当然如果你打到后面，你打到这个红二红三阶级，那当然就另外一个故事了嘛。你打到红二红三，甚至很多大神玩家都会开始记哦，这个人有什么魔灵，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多少，他会开始记，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从银三爬到金一，金一爬到金二，金二爬到金三，甚至从金三爬到红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你该做的事情。确立核心 try and error 去找出自己的套路，并且知道自己的这个套路遇到什么样的角色该选什么样的这个 counter pick， 遇到什么样的阵型该做怎么样的这个反制，什么样的处理，这是我觉得最一开始该先做的事情。当然后面就是去随着大量的练习去找出我今天应该如何操作，这场会翻车是因为我操作不好，又或者是因为运气不好，又或者是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有点错误了。举例像这一场，其实前四个顺位选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瞬间意识到啊，完蛋，选错角色了。因为其实前四个选完之后，一看阵型，太风太火，那就立刻发现说，对面只要出个可能火奥火先锋或火系火先锋，我基本上就是他开自动，我也都没办法赢。但看起来对面可能没有火先锋，那我后来输的原因，我自己觉得更大的因素是因为运气不好。不过在运气不好的前提之下，他没有选择火先锋，我觉得就是他的错。他如果有选择火先锋的话，这场根本就不用轮到我在那边啊，如果我的运气再好一点就好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他选择火先锋，我觉得开局基本上就可以投降了。如果 RTA 玩久了，就会知道说，哦，这样的胜负大概会落在谁身上，谁的开局会比较有优势。然后会建议大家在尝试阵容的时候，多尝试几种不同的类型。以我自己为例啦，我以前其实是非常不太擅长使用风天使、风夫人这类单点的角色，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习，这些角色反而变成我很常爬分去做到使用的角色哦。甚至会开始知道说，什么时候我跟别人拼速度会比较有优势，什么时候不要跟别人拼速度，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我的迅速符文不强，但有些时间点，就像这场如果不跟他拼速度，那原则上我会输，而且对面的阵型是软皮控场，所以等于说我只要带着这个强攻速度型强攻的话，就有可能在一开始就直接把它收掉了。这些都是随着我的这个练习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那当然每个人想要打的核心阵容不一样，当然你会得到结论心得会跟我不一样。不过还是回到那句话，你想要进步，绝对脱离不了大量的练习啦。这可能是以我的实力能给到各位可能刚要加入 RTA 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更高阶的建议，我这边可能就暂时没有办法给到，毕竟我也不是说是一个稳定红区或甚至可以稳定红二红三的玩家，我只是一个金三守，至少目前为止是金三守门员啊，所以就给一些粗浅的建议让大家参考哦。好啦，那以上就是一个 RTA 的经验基本介绍分享给大家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可能的帮你。但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已经红一想要冲红二，或红二想要冲红三的话，这边可以建议有几个台可以去考虑，像是 Eric7B 大部分会在星期一跟星期三的这个 Twitch 台开台，又或者可以参考一些国外大神，像粉红哥 Pink Roy 的啊，又或者是可能 Sashiso 等等，他们都会开台，可以参考这些大神们的这个影片啊。那个我的影片可能对你的帮助就不大咯。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分享啦，也预祝大家都能顺利的爬到自己想要的排位，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课后小教室，好啦，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问题吧。这边看起来是今天唯一的问题哦，光卡可以被火罗代替吗？还是说任意的退条角色都可以？原则上我不建议使用火罗代替。两点，第一点，
光卡的属性有优势，火龙还是水属性的克属，但光卡并没有所谓的克属问题。以及另外一点，光卡的技能是多段，所以它是有多段退条，火龙只有那一段或两段，所以换句话说，在退条效益上面来讲，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光卡的效益。第二点，光卡的破防也是火龙没有办法去做比拟的。当然，光卡没有办法比得上火龙的是它的伤害量，但如果有在看地狱塔也都知道，我们的伤害量可能超过70%都会来自于火格，所以可能并不缺火罗那一点点伤害，所以更建议还是使用光卡乌格来做通关哦。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课后小教室的阿泰，今天的问题比较少，那我们就下课咯，大家拜。